出来！条儿蛋，跑！你敢跑，让我逮着飞撕了你不可！乖乖给我滚出来！条儿蛋，出来！ 躲起来干嘛呀？啊！出来呀！出来呀！出！你干什么？ 小东西，看见有人进来了吗？啊？说话呀！不说是吧？ 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云朵，是天上的云朵。那你家住哪儿啊？我没有家，跟妈妈住在厂里。厂里？这里啊？嗯。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在天上。 你自己不害怕呀？百合，百合，草草，草草，我在这里。百合，百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了。草草，带我去见工人们吧。现在啊。 有些事情终究还是要面对的，逃避不是办法。那，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走吧。云朵，谢谢你。 我们一到，这些人就突然出现了。我们怎么了？再冷静点好不好？拜托大家了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先冷静一下。往前，往前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那有没有人受伤的？没有人受伤。百合，对不起大家，我是江总的女儿江百合，我在这里代表我爸妈。 向你们道歉，道歉真不用，求求你把我们的工资发了吧。大家伙没日没夜的干了一个多月，啊，江总当时答应我们，干完这笔单子就给我们加倍发奖金和工资。现在这情况，这奖金我们真不要了，你把工资发给我们就行，是不是？还钱，还给我们，工资算了吧。各位冷静一下，快还钱。虽然我爸妈不在了，但是江氏企业还在。 我爸妈对大家的承诺不会变，都别闹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
就是啊，就是小心啊，就是啊。工友们，大家听我说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江总什么时候欠过我们工资啊？吹呢，仓库都烧没了，还有钱发工资啊？对呀，你是谁呀你？啊？哪个车间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对呀，谁呀？对呀，谁呀？谁呀你？这么高的？哪个车间的？哪个的你？你是谁呀？你快过来啊！谁呀你？谁呀你？各位，你换哪呀？就是。我现在就去找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把工资结算给大家。哎，发钱了，发工资了，发钱了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，你签个字吧。发就好，能发就好。哎呀，就是啊。嗯，谢谢，客气。陈叔，我们账面上还剩300万，这个月应该发给员工多少工资？180万左右。那你先把员工的工资发了吧。我不同意，咱们公司还欠着银行贷款，必须先还贷。我们现在最应该解决的是员工的工资问题。怎么样啊？还贷的事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怎么说这么久啊？百合，你想过没有？公司运作需要大量的资金，如果把工人的工资发下去，再加上还银行的贷款，那咱们就是死路一条啊。还贷的事情我会想办法。百合，你先冷静地考虑一下，应该先处理哪个问题比较稳妥？这考虑，这怎么还考虑啊？小啥呀？要把工资发给他们。周姐，你怎么这么心急啊？我也想拿工资啊，可是现在的状况是，如果发了工资，公司就要倒闭了。那大家想想啊，是想要这一次的工资呢，还是想要工作啊？对呀，多少呀？肯定啊，工资不对呀。哦，那个，我先表个态啊，我是暂时不领工资了。可，草草，你也知道我们每家有每家的困难。再说云朵还那么小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。云朵？哦，咋？你认识云朵啊？你是云朵的妈妈？哦。百合，这厂里出了这么大事儿，我们真不想再添乱。再说这江总平常对我们真的挺好的，可是孩子毕竟小，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好，你跟大家去财务部领工资吧。工资？百合，我相信，如果爸妈在的话，他们一定也会这么做。柴叔，请你支持我。明朗，喂，明朗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宁夏，马上从公司帮我调用200万。什么？你要调用200万？是啊，这件事你不能跟我爸妈提起，你直接去财务那边办理吧。抬头是江氏，会给江氏？我们最近跟他们公司不是没有业务往来吗？你跟财务说，这200万是我跟公司借的。一定要快。哦，好。嗯。
不该听的不听。我请你来是当保姆的，不是让你像管家婆一样来管着我，你知道了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先生，宁小姐来了。李董好。嗯。宁秘书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重要的事情向董事长汇报。哦，说吧。李总他让我悄悄汇给江氏集团200万，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哼，宁秘书，照明朗的要求去做吧。啊，可是明朗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李江迟早都是一家人，你抓紧去办吧。慢着。宁秘书，怎么着，刚才我听说明朗要给江百合汇200万。明朗，李总他说不让我告诉您。他不让你告诉我，你就不告诉我了？你身为明朗的秘书，你为什么不问一下这200万干什么用呢？啊，我问了，明朗他不让我多问。那你就照办了。所以我特地来请示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你同意汇这笔钱了？是啊，为什么不同意啊？这是好事，是大智慧。你糊涂，现在再给江氏汇钱，那不就等于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宁秘书，你难道不知道什么事该干，什么事不该干吗？哦，是，可是宁秘书，你抓紧去办吧。不准去。董事长，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同意汇这200万的理由。我们是企业，就要有正规的管理，我们不是慈善机构，谁来要200万就要200万了啊。虽然200万不是什么大数字，但是也要按照规定来。哎哎，你怎么走了？你听我说，这件事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自己做主。大川，大川，你站住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啊，明朗糊涂，你也糊涂吗？那个宁秘书，他是胸大无脑，啊，用脚趾头想一想，这事儿都不能办，他居然还跑来找你。你说话注意点自己的身份，怎么说话做事那么急躁？我当然急躁了，这些钱是咱们俩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，凭什么给外人？我同意明朗这么做，不仅仅是为了江氏，也是为了咱们黎氏。这种时候啊，我们要拿出100%的诚意去化解江氏的危机，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更多的朋友，得到更多朋友的支持啊。你别忘了，我们黎江两家谁也离不了谁，我们做的是贸易，没有实体，怎么跟那些大公司去拼呢？如果明朗能够替百合承担起江氏集团这个担子，我们有200万来化解江氏的危机，这样利人利己的好事为什么不去做呀？我还是不明白，江氏，江氏，难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江氏集团做实体吗？咱先不说他仓库那几千万的损失，单单一个200万他都过不去，可见江氏集团他没什么料了。哎呀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江氏的实力你不清楚，你就别事事在这瞎搅和了。谁瞎搅和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你要从家里拿钱，我就不同意。你，你笑。你笑，
哎呦，孩儿他妈，你快一点吧，这些要债的都快赶上来了。我求你不要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啊？我不也是想赢点钱贴补家用吗？哎呀，今年收成不好，粮食不够吃。你说这俩丫头骗子，再加上你的肚子里的，这一定是个胖小子。一家五口，我养活不起啊。不如，咱们现在把他们送人吧。你要是敢把他们送人，我就敢跟你拼命。我跟你说，楼上那间屋子不是我的，你不可以进去。明朗，妈回来了。是啊。僵尸那边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都处理好了。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我还担心他会赖上你呢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妈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不让你和江百合在一起，告诉你迟早有一天他会连累你的。这不关百合的事。我已经向李董请示过了，钱总监，这200万的事你们财务部得把关啊。刘总他不同意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证明宁夏被送入安心儿童福利院，1991年10月1号被收养，收养人我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整理房间。你这叫整理房间是吗？啊，你为什么把楼上的门也给撬开了？你还说你不是贼？我不是，我在找钱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宁夏没有钱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一把年纪，我今天就不报警了。你现在赶紧给我走。我不走。走，走啊，走啊！我不能走。你是我的女儿。哎呀，谁是你女儿啊？你疯了吧你！你真的是我的女儿，你看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安心儿童福利院，你真的是我的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。走啊，走啊！宁夏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。走走走走走，宁夏，走啊你！你真的是我的女儿。你看看这上头，这上明明写着1987年安心儿童福利院。你有病吧？你是我妈？怎么可能呢？错不了的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。你的男人呢？带着俩孩子
上一句城里的拖拉机，孩子哭得都快断气了，肩膀上还有血。兰迪，张迪，天杀的！你男人把你女儿给扔了？那个时候我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没有心情听你说这些，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关系，你身上有一个十字疤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对了，当初你爸就是想日后能找到你们，就在你们肩上刻了十字。哦，原来你千方百计的脱我衣服看我洗澡，就是为了看我身上有没有这个十字疤，是吧？你女儿丢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现在才知道来找你女儿啊？都是妈妈错了，妈妈知道你们受苦了，可是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们。你把老大老二弄到哪里去了？啊！你就是拿这把剪刀扎他们的，是不是？孩子没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呀！什么？你还是个杀人犯？不，我不是杀人犯，那是误杀。我在里头整整蹲了20年，整整20年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，你别激动，行吗？20年，我出来以后就急着找女儿，我到城里去了安心福利院，可是那儿已经拆了。我没办法，我就到医院打工，那里人多，我就想多打听打听你们。我真的很想找到你们。你就算找到了你的女儿，你能找回他们的心吗？我不会同情你，我也不会原谅你，我更不是你要找的人。你是我的女儿，错不了的。天底下长疤的人多了，难道个个都是你女儿啊？我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请你离开好吗？你真的是我的女儿？你疯了吧！我这里不收留杀人犯。你真的是我女儿？我是你妈妈呀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要不认我这个妈妈！哎呀！百合，嗯，你不舒服啊？哦，可能今天跟员工推挤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。我给你按一下。嗯，这儿舒服吗？嗯。妈，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进来也不敲门。哎，我进我家房间干嘛要敲门呢？啊，除非是你们想干一些不该干的事儿。妈，你说什么呀你？阿姨，我只是脖子有些不舒服，明朗帮我按按。按摩是吧？百合呀，你父母已经去世了，有些话呢，作为长辈，我不得不跟你说一说，这女孩子啊，一定要懂得自重。你现在跟明朗还没办婚事呢，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我想你应该清楚吧。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要不我们出去说吧。百合，早点休息。哎，我这……我们出去说，出去。明朗，我……你……哎呀，这……你拖我干嘛呀你？我跟你说，我倒要问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和你爸给江家贴了200万？是谁告诉你的？你别管谁告诉我的，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我想知道谁那么靠不住，是谁出卖我？哼，听这话的意思，
看来是真的了。啊，你太荒唐了，200万就这么着就贴给人家了。啊，你以为咱们家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大风刮来的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照你这么贴下去，我跟你爸挣的那点钱都得被你贴光了。妈，百合是自己人，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清楚楚呢？跟谁是自己人？结婚了吗？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表哥，毛雪给你写好了，你抱抱吧。我抱个屁！我抱。还得再洗洗。阿姨，明朗上班了。嗯。哎呀，百合啊，你看，还好现在你住在我们家，我一个人太无聊了，陪我聊聊天吧。啊，您说吧。哎呦，百合啊，心里还记恨我呀？你看啊。过去我们老一辈人讲三从四德，现在你们年轻人也讲三从四德，不过意义就不一样了。从不温柔，从不体贴，从不讲理，说不得，打不得，骂不得，惹不得。你看看，阿姨，我知道您心里还是有些顾虑，您担心明朗对我不专一，但是我和明朗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相信他，就如同相信我自己一样。哦，您还担心，怕我做不好离家的媳妇儿。阿姨，为了明朗，我已经做好了为婚姻奉献的准备。哦，过去对你呀，那只是小小的考验。你看你这孩子啊，这么懂事，所以呢，我也就想关心你喽。哎，百合啊，听说明朗最近在为你筹钱是吗？嗯，公司的周转出了点问题，但是那钱我会尽快还的。哦，这一点呢，我没太操心。不过百合有一件事吧，我一直没跟你说起过，就是你父母还健在的时候，我听说过有关你身世的传闻。我身世的传闻？对呀，说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就在想了，因为你父母走得仓促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也是关心你。哎，那你父母就没给你留下什么遗产吗？阿姨，您是不是听错了呀？我怎么可能不是我父母亲生的呢？啊，嗨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呢也就那么一听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问问，那你父母给你留下什么遗产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嗯，没有。太太，啊，两个舅舅来了，他们来干什么？好，你先下去吧，我马上就来了。是。怎么会没有遗产呢？没有遗产。怎么会呢？不应该没有遗产呢。那这事儿怪了。什么？你们要退出联合上市啊？大姐，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？江家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。我们再不撇清关系，别说联合上市了，不被那江家联合拖下水啊，这怪呢。是啊，大姐，这当初借着江家离家上市的机会搭个份子，不就想赚点钱吗？没想到江家出那么大的事儿。我还听说啊，现在天天有人上门讨债呢。姐夫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明知道是个窟窿，还一个劲儿往里边砸钱。
怪不得江百合要躲到我们黎家来。二弟、三弟，过去咱们刘家靠的就是黎氏，不能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就起二心呐。姐，我们现在跑得快，不就是为了您将来能有个退路吗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就不爱听，好像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家就倒闭了是吗？妈，其实舅舅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们黎氏出巨资帮助江氏赶工，这费用可是不少啊，那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隐患。看来留着这个江百合确实是大祸害，不行，我必须快刀斩乱麻。不好意思，阿姨刚才不小心把珍珠项链给弄断了，那个是阿姨特别喜欢的一条项链，一共39颗，你帮阿姨找一下行吗？哦，好，找的时候认真一点啊，一颗都不要少啊。嗯，好，好啊，那我头疼，我先回去歇一会儿啊。啊，找齐了，我给您放在门口了。站住！江百合，我知道你们家比我们家条件强，你在这儿呢住不习惯，所以啊你要走我也不拦着。你不要觉得明朗喜欢你，你就可以在他面前说三道四的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我和明朗的婚事。婚事？还有什么婚事？江百合，我是看你可怜，把你接到我们家好吃好住的，你还赖上我们了。阿姨，我……你什么呀你？你看看，你父母都去世了，啊？你说明朗要是跟你结婚了，连个岳父岳母都没有，
你自己倒霉也就算了，干嘛还要把他也牵连上呢？阿姨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也知道我配不上明朗。我爸的公司现在岌岌可危，我也不想拖累明朗，所以我刚才就想说，我和明朗的婚事到此为止。阿姨，对不起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我知道你现在说这个话确实是对不起我们一家。哎呀，不过阿姨也想得开，好合好散嘛。这样吧，你赶紧走吧，省得一会儿明朗回来生是非。走吧。我可把话说前面啊，你要是去明朗面前胡说，就是破坏了我们母子感情，这是你自己要走的，可没人逼着你。要走现在就走，这么大人我也管不住你。哎呀，百合，怎么回事啊？百合，你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啊，你看都淋成这样，这是怎么搞的呀？叔叔，我……哎，百合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赶快回去啊！来来来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快呀，快回去，来，进去了。好了好了啊，快进去，进去，啊，进去，快进去啊！你有什么事儿还不敢当着我的面说呀？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对老彭的孩子，怎么这么过分？哼！哼！李叔叔，如果您找我来是谈关于结婚的事，您就别为难了。解除婚约也是我提出来的。百合，你跟明朗的婚事是你爸妈生前就和我们定下来的，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？叔叔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。李叔叔，我又何尝不难过呢？但是我更害怕我家里的事情会拖累到明朗，所以我才提出解除婚约。我知道你想帮助我，能在你们的关爱之下度过这段时间，我已经非常感激了。但是公司和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承担，我应该回家。百合，李叔叔，您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其实百合，你住在离家是在帮我呀。我在帮您。嗯，是啊。叔叔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留下来就是为了我，为了明朗，为了整个离家呀。前不久叔叔突发脑溢血，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回来，面对企业后继无人的状况，真是心急如焚呐。明朗是个聪明宽厚的孩子，可是他的心思一直没有放在工作上。明朗，这是你要的财务报表。哦，谢谢。气色不错啊，恢复得很好。那天幸亏有你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汇给江氏的200万呢，办好了吗？哦，我已经报到财务部了，说是要等董事长审批。是谁跟董事长汇报的？